今天多谢有你，才能顺利拿下王太这一单。那既然我做得这么好，你准备给我什么奖励？我正式邀请你成为半夏服饰的合伙人，怎么样？可这是作为老板的奖励，不是女朋友的。大哥，我们只是假扮情侣而已。那也许可以假戏真做呢。Thank you.